我操，这怎么这么多鸽子啊？你看那墙上，站了一排鸽子。过来气球。鸽子好多。我操，这鸽子这么你妈多，这都是一大家子，我估计。近亲繁殖的结果呀。嗯。这一大家子鸽子，前几天看新闻，有一个大哥养了一堆鹦鹉，上千只鹦鹉，哇，那家伙那鹦鹉一落房上一成，全是鹦鹉。这玩意儿就是有吃的就生呗，使劲生，像中国以前似的生，一家七八个呢，鹦鹉也是。哎，这又是一个教堂，这个地方的东正教教堂啊是真多。现在是6点多，我们10点的，还有4个小时，还有4个小时我就去火车站了。今天晚上就是卧铺了，明天就到黑海了。